战第二轮，又有3位选手顺利取得组团资格。而在下周越来越区白热灌篮海选赛事中，更多精英选手奋力一搏，成为杀出重围，取得组团资格。更多让人为之眼睛一亮的精彩海选内容，请继续锁定下周五晚间10点《亚洲天团争霸战》。